大家好，我是胡福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今天的话来给大家介绍一款呢，把 Hasbro 的这个 SS 大力神的这个废渣呢放大改良，还有加合金呢，以及呢增加一些配件的一款山寨玩具。它的体型的话呢放大的非常的多啊，这个给各位做个简单的比较。不过我可以跟各位说一下，我这一款的话呢，这款也是盗版的。我的那个正版呢，现在已经组合成大力神的一部分了。那这款是原来的模具啊，有一个大小，所以呢，原尺寸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对比。那两者之间的话呢，在配色上面呢，直截了当的告诉各位，除了这个防撞杆的分色呢，在这个所谓的一个放大版的山寨版呢，它这个地方是维持黄色，其他的部分呢，这一款的话呢，都做了更多的精图，还有一些分色啊。举例来说呢，像这些英文字，比方说这些，还有这个地方这个灯具里头的话，银色的齿轮，还有侧边啊这一带，这个原本模具上面呢是没有这些金色分色的，还有这个兔盾上面的这个 caution 的字样呢，全部都是新加上去的。那脸部的话呢，原来的模具呢是比较偏黑的，这一款的话呢则引入了大量的银色。那以头雕的话呢，新的头雕呢其实不见得好看，整个模具的话呢因为是放大啊，所以呢在一些细节上面呢好像就比较稍微肉了一点，糊了一点，这个呢都是不意外的一个结果了啊。前后左右看一下啊，那大家可能最关心关节怎么样啊。首先的话呢，它的这一带是一个球形关节，以及手部这里就是球形关节，手部的话呢还是比较偏紧。侧边的话呢，因为它的这个脚底板是合金部件啊，但这个合金部件上了漆之后呢，咬的这个漆面咬的不是很好，这个黄色就稍微变得有点柠檬黄了，跟上面的鹅黄色的话呢是感觉有一点点的差别。那这一代的这个球形关节呢，目前还是算紧实啊，但是呢假以时日的话呢可能就比较危险。不过呢球关要加强的话呢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困难，最麻烦的还是这一块啊，这一块部件感觉的话呢扣的不是非常紧啊，像我这样子稍微一个比较刁钻的角度一拉的话呢，它基本上也就分开了啊，这一点的话让人家觉得有点小无言小尴尬。再来就是它的一个这个锁链还真是啊，我平常是没有玩这种捆绑的，这种捆绑 play 我是比较不熟悉了啊，所以对这种绳子的一个绳系的这个 play 的话我就感觉比较弱一点。那你可以看到了啊，上面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其实这个武器的话呢是在合体状态下才要用的啦啊。那因为这个话呢本身它没有说明书给我，它是一个这个部件，这里刚好有个洞，那这里刚好有个凸，那就是顺着就把它给扣上去了。武器的话其实也握不紧啊，它只是扣过这个锁链把它给扣上去而已。那这个画的话是可以三个造型的话呢，有两个画是有附带这个凸，这个看到没有，这里是有附凸，它附凸的话可以扣在这里，那没有的话的这个话呢就只能够安插在中间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这个在最终合体的时候，各位如果你电影二你还有一个印象的话呢，这个大力神的话呢是有喷出几个像钩爪的东西挂在这个金字塔上面，然后它才继续往上爬的。所以这个配件原则上就是给算是真的是多出来这个 bonus， 我个人觉得还蛮有梗的啊，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加分点。那这几个东西呢是全部可以拿下来，那锁链是稍微有点小麻烦，哎呀，锁链是比较细的，请随时注意整理啊，如果打结的话就会比较麻烦。那我们就看一下，它基本上都是一个钩爪，那它这个钩爪是这样子的，哦，是往后勾的，那这个基本上跟电影里头的形象是有接近啊。然后它这个地方呢本身都是，这个地方它是有缺口的，这地方是有个缺口，你要的话其实是可以把它拔掉啊，你可以看得到，就这样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就配件就讲到这边，那等一下的话呢在组合状态下再跟大家讲解。那最后就附带了一个这个，而这个的话我觉得非常有梗，这个的话它是在电影二里头呢，它在这个运输的那个这个游轮上面的时候呢，其实那个载具的话是这种，就这个部件啊，它就把后面这块给换掉而已。那我们就直接给它换掉好了，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啊，就直接往下面扭一扭就把它换掉了，把它给扣上去。我们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你看到吗，这边有黑色对黑色，它这个造型是有一样的，就是它有辅助到这个配色，转一下就把它扣起来。 OK， 你要直接这样子展示呢当然也没有任何问题啊，甚至我觉得的话呢，我的话呢我会把它以这个形象呢做一个展示啊，我可能更加的喜欢，因为我觉得跟正版呢做出一个区别啊，我觉得这是更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的话呢来给各位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非常简单，基本上呢
跟原来的模具呢没有改变啊，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先把头部呢给缩进去好了，这两侧先推开，这个部件呢打开，头部的话呢往后面按，转180度，然后扣回去啊，到这里。然后呢这个两块部件的话呢就是把它往上扣上去，这个最近把这个部件推出来好像不是一次两次啊，这里 OK 扣上去。再来的话这个足部的话呢是镶塔，先把它打成一个直的，然后呢两个部件结合翻转180度，然后这块部件往外面推出去，好，推到外面，把这个轮子这个部分呢让它能够着地往后面过来，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以及上面这里有一个凸对凹的结合啊，这里很明显啊，这边下面跟上面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密合，好，扣进去了。另外侧的变法呢也是一样的啊，把这个外摆内收的位置旋转180度，那这个地方的话尽量把它压平一点啊，可能会造型可能会更加好看一些啊，基本上公差算的还是比较精准的，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个部件先把它往前面推出来吧啊，再来的话这个手臂两侧都是一样的，个别的呢将它给收到内侧去。我们先把这一侧给变完好了啊，这里就利用这一带的关节把它给往上推过去，然后呢旋转这一块部件，这样子好，把这种像什么铁板一样的这个造型啊靠外面，然后透过这个双龙关节把它给压下去啊，变形跟原版模具是完全一样的啊，并没有做任何的改变。那这个地方就更简单了啊，把它转过来，这个地方往前面，这里顺着往前面放下来，然后呢把这个部件转过来，它这里有一个凸跟内侧有一个凹的一个结合，到这里把它给扣进去，好，这个地方按下来 OK 到这行。那最后的话呢有一块啊，就是刚刚这个接上这个臂盾啊，它这里有两个凸，就把它给扣上去，这样子就把上面这一带呢啊稍显比较破碎一点的这个造型的话呢做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填补了啊。我们来看到它这个载具的形态啊，我们先对比一下它的一个大小就可以了啊。那涂装细节的部分呢应该不会差太多，那为什么我不做全面的对比，因为我手上这一款是一个山寨的一个原大版本，并没有一个完全不是正版，所以我就不讲太多，但是这个大小可以一目了然，以及的主要是这块配件啊实在是太神来一笔了啊，我都没有想到说有这么样好玩的一个梗啊，这个地方还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动啊。那拆是从这里拆啊，那这里的话是真的就是做出一个让它可以动的一个关节，还可以稍微开一点的密合一点点。那这个虽然说配色没有，不敢说跟正版完全一样啊，可能会有一些差别，但是很明显跟这款改良版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分的啊。那一样啊，就是这个后面这个防护杆的部分呢、啊、是它可能唯一呢胜过这一款改良版本的了。那它的一个车轮的滚动性也是很好啊，基本上就是没有问题，完全可以推，而且非常的重，非常的重啊，齿轮的一个没有齿轮啊，但是感觉就是非常的沉重。那这个部分可以往前伸啊，伸到很长的话就整个玩具的体型呢就非常的大了啊。那整个在手上的质感的话呢就是很大很沉啊，你光是这样子看的话都会觉得它是一款伪装的非常之不赖的一个工程用的一个车辆啊。行，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哦，把它变形成这个大力神的这个手部啊。首先就是把这个部件就是解开而已啊，就这样解开，然后呢我们是把它的话呢翻出来这一带啊，我记得是把它给翻出来，做这个手爪都翻出来，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呢把这个地方给解开，然后都是把它翻过来，都反过来翻过来到这边通通把它给翻过来 OK。 然后呢这个部件呢也是好翻过来，那我记得没有错它应该是翻成这样子哦。不过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必须再把它的这个翻过来 OK， 这是它的一个手没错吧，但是这一块的话呢在这个时候的话就必须把它给换回去啊。哎，对齁，这个所以这个爬子还是有必要的啊，在最终合体的时候还是要换成这个。
最后我们来讲解这个武器的话呢，怎么样跟它的一个手臂来做一个结合啊？我直接操作一次给各位看一下了。这个部分中间这个部分呢，先拉过来，然后你要留意到，其实这两个这个地方呢，它才是人物的前面呢、啊。听起来很吊诡，对不对？但它确实就这么一回事啊。那你扣的时候呢，非常诡异的呢是啊、你可能必须从这往后过来，然后呢先扣住，然后你扣的时候是要扣前面这一段。而不是扣后面的这个有这个警示条的这个部分，并不是。然后这个样锁链从后面绕过去到前面来，当然你不一定要照我这个样子去变了，我只是把我一个觉得比较 OK 的方法变给各位看一下，从这个地方给扣下去。那扣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从这个地方扣下去，先扣中间再扣两侧啊、这样子的话呢比较不会去做一个干涉，这样子把它给扣上去。好，这样子。那因为呢这个两侧的话呢，基本上它是在这个东西的，因为它先扣后扣两，这两个会比它还要高，它们两个的话可以稍微去辅助去夹住它，让它不会那么容易掉。因为中间这个地方呢，这个 C 型扣的话，我觉得夹持力度不是非常的好。那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说我这个地方是要朝前呢？因为它的一个扣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样子的，这两个凸是我们要的啊，这两个凹是我们的结合位点，它就是要去扣这个这两个灰色的点，也就是人形状态下呢，我嫌它比较偏松的那个地方，这个还是要扣的位置。如果你把它，你注意看了啊、哦，我现在是这样子扣，这样扣是对的。如果你反过来扣的话呢，会扣不进去。主要是它的这个，你看到没有？这一带的空间比较大，我这一带需要比较大的空间，而这一段空间是要在后面啊，所以也就是说呢，你必须以我这个样子呢去扣的话呢，它才能够顺利的呢给卡进去。如果你不是这样扣的话呢，它的一个空间呢会被妨碍到。来，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压进去，扣上去。OK， 好，扣上去了。OK， 稳了啊。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非常的稳固。那这个我要提一下，它这个锁链哦，因为细小的锁链啊，基本上呢就是会，就是一定会这样子乱锤乱跳。好，那各位你明白就好了。这个锁链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吧，所以它用这么细的锁链啊。但是有是比没有好啦，有是比没有好，而且它确实是还蛮有梗的，会觉得还蛮有梗的，那就到时候就是会这样子晃。嗯哼，那这个就是电影里头的话，就是会发射出去嘛，就各位看一下了，它就是这样子弹射出去。那这些锁链之间互相干涉啊什么的，这个只要是地球是有万有引力的嘛，这个都很正常的这样子。OK， 各位还有印象吗？它这个发射到这个这样子拿好了，这样发射到这个金字塔上面，然后这个是会打开的。好，OK， 反正呢，心意到了，意识到了，我懂了，我明白了啊、哦。这个呢，这一款的话呢，本身模具呢并没有做任何的一个，几乎没有做任何改变。只有在涂装上面啊有增加，合金部件有增加啊，其他的话就是增加了一块这个部件，还有这个钩爪的部分，那体型放大很多，那究竟合体之后会多么的巨大，以及呢目前呢感觉还可以的关节，到底合体之后呢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这么巨大的玩具，还有后面几款会不会有其他的改良，这些统统都不知道，仅给各位呢做目前啊我们市面上即将可以看得到的这一款这个放大版的这个 KO 大力神的其中一部分。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